严浩翔。五十问快问快答，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姓名？杨翔。年龄？十一。星座？狮子。一句话概括自己？喜欢踢足球。换完牙了吗？没有。除了上学和训练还会做些什么？踢足球。喜欢在外边玩还是喜欢待在家里？外面呢。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我喜欢山。喜欢看电视剧、电影还是动画片？电影。最喜欢哪一部？最喜欢美队呀。最喜欢的角色？美队呀。印象最深的一句词？ No 吧唧。早餐是西式还是中式？中西结合。吃火锅必点的三样菜？毛肚、鸭肠还有土豆。最喜欢的三种水果？红心火龙果、猕猴桃还有桃子。酸甜苦辣咸最喜欢哪种味道？甜。去无人岛会带哪三样东西？给我一个贝爷。其他两个就不要了吗？对啊。想和谁成为室友？班长和贺峻霖。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脸。喜欢在最近在读的小说是什么？刺客信条。最近在听的歌是什么？异类。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？我不在意流言蜚语。最想感谢的发明是什么？我最想感谢的发明呢，是纸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了纸我们才有书，有了书我才能看刺客信条。想和谁一起去看电影？班长和贺峻霖。想介绍谁给家人认识？想介绍谁啊？班长和贺峻霖啊。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呢？刺客信条。最喜欢的科目？体育。最喜欢的季节？夏天。提到这个季节会想到哪三样东西啊？暑假、蚊子还有灭蚊器。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Blade football。 僵尸横行的末世会选择什么武器？大蒜，因为僵尸怕大蒜。想穿越到哪个年代？三国时期。一般什么时候洗澡？一般就是晚上七点的时候。想尝试的造型是什么？贝克汉姆的。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？你头发又长。家族聚会时肯定会有的三样菜？每年都会换的。想去哪里旅游？德国慕尼黑。最想演的角色类型？美剧的类型啊。心目中的英雄？我妈还有我姐。最喜欢闻的味道？栀子花香。喜欢走读还是住校？走读啊。喜欢白色还是黑色？白色。游乐场最喜欢的三个项目？环球影院的变形金刚。最想拥有的超能力？ Flash 的速度。零到十分为自己的创意品味打几分？九分，还有一分怕自己骄傲。厨艺呢？八分吧。运动神经呢？十分。整洁程度呢？八分。恋家程度呢？五分。对 TF 家族的印象如何？像家一样啊，师兄他们非常照顾我。好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猜会是什么？什么？你猜啊。我猜啊。对。喜欢的球星是谁？是谁？这个不能说。那对我的印象呢？对你的印象？对。这个吧，我还需要想想。你这个用想吗？好吧。就是对人非常和善。人非常好。是实话吗？是实话呀。好，严浩翔，快问快答 ，over。这个球我可以踢一脚吗？踢吧。然后你自己捡回来吗？No。